我是公共列车长的8月16号，那个台北站，台北站18:27的报就是4027次哦。说新八车中沿线港湖口的银绿色尾消号，然后这班型95全外车，超值用95全外车，1438次树林八车中华东向的龙龙要3000行是2000米，3009皮蛋豆腐团一号红色带新能机站列车。哎，是江南八百，这是8次在台北站，台北站，停靠了，关闭车门。一个是4027的伊利舍尔小号，一个是1438次皮蛋豆腐团一号，今天就列车脱牌。1438次树林发车中华东行台东的，用三点行半直南，用三点行12辆变速，3009皮蛋豆腐，然后红色带新能机站列车，在台北站十六，拜拜。好，4027次也关闭车门了。4027次说新发车进入原线，然后虎口和盈利所有小车上面都用旧版型，全开车，刚才就在电话来，超有值，用旧版型全开车，在回到十七个，再见。